那社会科，你看教的科目呢，一个礼拜才一节啊。他教也曾经教14个班级，一般如果50个来算的话，合起来呢700个以上。还到月考以后，你看那通常第二天晚上要，或者是傍晚的开始改哦，改700多份，一张里面要几十道题目项目要对。你看看，怎么处理这么多的考卷呢？人工阅卷呢？这该怎么办呢？没有睡觉，还有人要登记成绩耶，哥，计算平均呢？计算平均分数呢？要做好统计，然后算好平均，然后要填在那个考卷袋上，你看呀，哎，要处理很久呢，不容易。